到的是戴培峰，这个戴培峰长得帅的基因啊，也传给了他的儿子勾勾啊。哎呦哎呦，这个桥段不错哦。哦呦，来了来了，哇，抱在一起，这是真 CPBL 啊！哇哇，那奇怪，陈劲峰呢？陈劲峰在哪里？哇，大场面来了，这个插曲蛮好玩的。哇，这妇科相冲，哇，太好笑了，这比赛被迫暂停了。哇，今年的明星赛太有梗了。周董想说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，镜头拍到陈劲峰，峰哥没有出来，就差了一点味道。真的，真的。不过这个让大家感受到很有趣的画面，感谢陈世鹏还有戴培峰，这再怎么讲两个都同队的，也不能真的丢到了。哦，培峰真的是，培峰想说上一次我不能这样，这一次总可以了吧。哇，结果邱景燕主审，这个主审自己拍，他在拍照嘛。对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明星赛可以啦。外野也不寂寞啊，想说你们里面玩得这么开心，也该看到我们外野有人。没错没错。